分享一下，眼神吓到各位。想问一下，我们的亚伦，这也是你第一次来职棒开球？对，第一次。非常荣幸。然后第一次踏上这个棒球场。嗯、那此时此刻一样的问题，现在感受如何？我刚刚也检查一下图纸，非常好。下雨不会怕 ，OK 的。有你在，对对对。好，那再问一下，有没有为了这次练的开头做一些准备？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不要练太多，对，怕会打到上面。因为毕竟是要用臀部出去用力的嘛。对，所以我尽量保持愉悦的心情，站上那个投手球杆。开始。分享一下，眼神吓到各位。想问一下，我们的亚伦，这也是你第一次来职棒开球？对，第一次。非常荣幸。然后第一次踏上这个棒球场。嗯、那此时此刻一样的问题，现在感受如何？我刚刚也检查一下图纸，非常好。下雨不会怕 ，OK 的。有你在，对对对。好，那再问一下，有没有为了这次练的开球做一些准备？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不要练太多，对，怕会打到上面。因为毕竟是要用臀部出去用力的嘛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尽量保持愉悦的心情，站上那个投手球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